我们来到台南的牛墟，这里有小贩卖小鸭子、小粽子的地方哦，像是一个巨大的菜市场。很有趣的羽球摊，要用羽球打中羽球筒。牛墟当然要很多卖牛的料理，无人机，哇，好厉害哟、哦！吃鳖的地方，还有卖姐姐说的老人 A 片区、养生汤品区、人声鼎沸的样子，超多可爱小小鸡。好爱用安尼安尼要做迄条路，有拢去安尼咧。我们来烤鹅吃到饱，还有等一下会来坐船体验哦。准备要坐船哦。我们来到台江国家公园，蓝天白云，还有白鹭溪，超棒的天气。乖总，各位，你现在吸空气，你有没有发觉空气里面有一股甜甜的味道？好，就是这一颗啊，有没有那个橘红色的小花？这个是台湾分布最广的哈，它叫做海茄冬。好可爱哟、哦，小小颗的。新奇的，好好笑哦！下面的海，在壳的上面越多的那个就是越不走的。从三号搭船考科注意事项，平日考科时间到6点，假日考科时间到7点。耶、yeah, ，我们来到七股岩山。对，七股岩山。好久没来了。好久没来了，应该上次来是什么时候呢？好像是高中还是国中的时候。高中、国中的时候。对。耶、yeah.。岩山跟云连在一起了，妈妈、阿姨还有爸爸都攻到顶了。其实这里不是顶，是因为路摊翻了，所以我们已经这里算是顶端。耶、yeah, ，这是龙骨水车，妈妈正在踩，还有阿姨也正在踩，这是等于一场 PK 赛。接着爸爸也爬了上去了。是小小的童网跟岩介绍的，这是一个测量的秤。超重吗？超重吗？你以为它是保底防止气吗？没有，它超重。超重吗？老妈在重训，但是她说很轻耶。这里是七股游客中心，听听鸟的声音。老公看起来像是快要被外星人抓走的人类。哇，很美的风景，可爱的彩绘玻璃都跟盐有关系哦。雨田山女，今天爸爸妈妈阿姨要住的地方。咖啡机，大树盖子哦，三人房。就是那个全透明的。耶，我们要来吃丹丹汉堡的。老公表示，第一次吃，还很期待。耶！正在充气的老公身影，手要莫名其妙的这样吃